度灣仔會展呢個課外活動節嘅，因為今日好似天氣都熱啦，多謝你哋先。咁我而家咧有請介紹係德樂泰拳學院全球華人傑出青年金抱拳王葉文龍校長 Master Kim。送上由校長主演嘅勵志電影《金抱拳王》主題曲《一生自豪》。好，大家好。送上我一個勵志電影嘅主題曲俾大家先。好，嚟啦。好多謝今日嚟臨嘅家長同埋小朋友。